Hello， 大家好，要来对讲路嘞！打开来看一看，这次要对的是什么嘞？这次要对的是威力彩和大乐透哦，各买了一注，所以这次就是威力彩大乐透的大对决啦！看看谁会中奖，是大乐透嘞，还是威力彩嘞？等等，跟，好，当然这种对决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对讲小帮手啦！来，马上来对，先来对大乐透好了，大乐透一注会不会中奖嘞？哇，大乐透没丢，大乐透没中啊，那就看威力彩了，看威力彩会不会中，继续扫描，来，威力彩会不会赢呢？往上滑就知道了，哦，恭喜中奖，威力彩赢了呢，中了，哇，100元、也不错啦，至少回本了，对不对？恭喜中奖，奖总奖金100，所以这张中了新台币100元，哇，所以这次的威力彩和大乐透的大对决是威力彩获胜啦、啊！威力彩中了100元，大乐透乌龟了啦。然后嘞，这是一共买了2注，一注威力彩，一注大乐透，跑了新台币150元，然后中了100元，所以就是做了50块的公益啦。那这次的威力彩和大乐透的对决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